快速清冰箱料理，顺菜变成秒杀美食，有蛋就搞定。蒜蒜饭变成大阪煎饼，对，你有点小挫折都没有关系啦。真的好大胆，郑果哲哦，对，这个韩式的，韩式的饭团，对，好酥脆哦，有没有？很好吃。今天晚间九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妈妈好神经，俗女家务事。